里面好累哦，你不知道这个，年纪大了啊，年纪大了，谢谢哦。咱们点关注可以点点关注啊，现在我们是8000多了，刚刚开播之前就给大家说了，点赞到10000啊，就给大家把这个宝马专属定制的是文杯送给大家，给大家看一下吧。所以啊，点赞到10000，把这个宝文杯送给大家，快递包邮到家啊，真的。上班还可以，还可以跳舞，多喘口气好吗？年纪大了啊，不行了，几岁的人了，真的。我看我就像一个猴子一样，你觉得好看不？我觉得好看可以帮我打个520，好不好？咱可以见到那个啥小伙啊，单身的，就快点把姑娘找，好不好？所以再祝咱们的缘分犹如咱们的万里长城永不老，所以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不迷路，好不好？一个雪糕的故事，然后演变成，对，一个雪糕的故事。这群珍藏还好啊，还好。袜子卖不了，我可以把链接发给你啊。吃饭睡觉打豆的，对。幸福是什么？幸福就是猫吃鱼，狗吃肉，奥特曼打小怪兽啊。然后你们的幸福是什么？欢迎新进的朋友，没点关注可以点点关注啊，点关注不迷路。点赞到20000，我再送一个宝马的水纹杯，好不好？点赞到20000，再送一个宝马的水纹杯。那么这个水纹杯你们都不想要吗？都不想要还是咋的？虽然咱们夏天过了，没有到那种保温杯里泡枸杞，你可以把我的爱心放在那里，冬天再用，对不对？当寒冷的时候需要它的时候，刚好它可以守护你啊。上百上衣，到小卖店袜子，咱袜子又不贵，几块钱一双啊，多大个事儿嘛？咱把链接发给你啊，发给你。你要是不是？谁要这个？谁要这个？不是噻，你在脚气把袜子熏黑了吗？脚气重啊，脚气重，你们咋知道呢？熏的啊，熏的。然后就让这个二郎腿翘不起来啊，翘不起来，坐不住。保温杯30块，谁说了我们这是专属定制的？上面保温杯多少钱不重要，最主要心意很重要，对不对？然后礼轻情意重，对不对嘛？而且咱还给你包邮到家。然后你在其他人家要给你送吗？不会送，而且还是咱们广元宝马的，还是有把宝马标识的，多好。然后您拿着保温杯就会想着我，对不对？就会想着我。主播的两个脚是被蛇咬的痛痛的。哎，你好烦哦，真的好烦哦哈。闲鱼上多的是，巴黎世家的话是2500元。然后巴黎世家我曾经也买过啊，然后不禁穿，一穿就坏掉了，然后现在尸体都找不到了。
欢迎新进的朋友啊，不用抱柜了。你来了我穿啥了？你来了我穿啥？然后咱们这就咱们的舞戏，看你们对咱们车还有疑问的吗？有看车的吗？我先问一下。真好听，我声音比较魔性啊。以前小的时候人家说我这声音可以干嘛，可以去演鬼片儿，但到现在目前没有星探发现我。所以啊咱就来卖车来了。所以不好好读书就得干嘛，就得卖车。